见贤与徐仁国上个月再度合作拍摄了 Kiwi 的新曲 MV， 没有适合我的离别歌曲，延续十二年前男男恋故事线，引爆全网热议。粉丝们纷纷敲碗，希望将这个故事拍成电影或电视剧，也很期待第三部 MV 的进度。事实上，安宰贤与具惠善离婚时受到女方的不实爆料影响，沉寂一段时间才回归荧光幕前，演艺事业也没有太大的起色。近期终于凭借这部 MV 让人气回升不少。近期多位韩星也在新作品中改变了一直以来的角色形象，成功引起大众关注。像是玉泽演近期搭档日本男星基村勇斗合作演出新剧《灵魂伴侣》，共谱一段互相治愈的男男恋。此外，具教焕在新片《绝地逃生》中与客串的男星宋江也有微妙的男男感情线。当该片上映的5天内，就吸引73万人入场支持。